高新技术企业120户，获准省级以上火炬计划及创新基金项目2000余项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%以上。经过20多年的创新创业，宝鸡高新区已成为西部新兴工业的摇篮，培育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太古金字招牌，吸引了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及上市公司入区发展，建成了世界最大的陆上石油钻采装备产业基地，亚洲最大的纺织电子产品磨齿机和真空灭弧式研发生产基地，国内最大的钛及钛合金航空仪表和压力传感器研发生产基地，西部最大的机床工具、汽车及零部件制造产业基地。如今，这艘中国太古号航母挂上国家新材料高技术产业基地、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业基地、国家科技新贸创新基地、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基地、国家专利导航产业发展实验区、全国首批生态文明典范园区的满旗，正乘风破浪向深海远航。青铜盛世今犹在，廊桥一梦系长阳，湖畔歌田醉林荫，千年古渡忆沧桑。漫步在宝鸡高新区的乐途上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想飞，想穿越一段古今传奇。时尚的景观街，光鲜的太阳市，大气的高铁站，繁茂的写字楼，美轮美奂的高新广场，风景如画的百里画廊，还有好戏连台的工业园，捷报频传的大数据，而这些都得益于高新区把科技创新作为加快发展的灵魂和不竭动力，着力打造六大公共服务平台，在全省率先实施三政合一改革，创新创业环境不断优化，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良好氛围，一系列优惠政策一项项扶持自紧，让多少中小企业变成了金凤凰，百舸争流，百业兴旺。在这里，你能真切读懂崇德尚礼、和谐包容、闻鸡起舞、开放创新的城市精神。世界的东方有只雄鸡，中国的西部有个宝鸡，宝鸡高新区作为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枢纽，开放前沿和创新高地，在交通区位、产业结构、发展成本、创新能力及历史文化、生态旅游等方面优势显著。十三五精彩开局，宝鸡高新区牢牢树立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的发展理念，紧抓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、中国制造2025、互联网+等带来的重大历史机遇，以建设科技新城为抓手，打造多功能城市副中心为目标，深入实施创新驱动、产城融合两大战略，倾力打造一股三区三基地，加速主导产业跃升、高端人才聚集、城市形象提升、生态环境优化四个突破，推进提升创新创业能力、产业经济竞争力、国际化水平、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社会民生五大工程，力争到十三五末工业总产值突破3000亿元，建成区面积达65平方公里，综合实力跃居国家高新区前列。凤凰鸣矣，鱼比高岗；梧桐生矣，鱼比朝阳。3000年前，这里青铜器名扬天下，而今这里钛合金称雄世界。3000年前，这里曾是华夏独领风骚的人文高岗，而今这里更是智者云集的创新高地。
新思路，新起点，新蓝图，新跨越，实力高新，创新高新，美丽高新，生态高新，智慧高新，幸福高新，方兴未艾，首个非省会城市综合保税区指日可待。创新高地，投资宝地，文明高新，宜居天堂，宝鸡高新区欢迎你。